双胞胎兄弟档宋一鸣今年淡出演艺圈，成为一起发光教会的牧师。然而教会先前却被爆出多起风波，还卷入逃漏税争议，事件闹得沸沸扬扬。夫妻俩随即召开记者会澄清，争议也在不久后看似告一段落。两人如常更新社群，似乎不受舆论影响。近日，宋一鸣的妻子陈维玲在夫妻俩的粉专晒出了老公将近20年前拍下的照片，只见当时的宋一鸣脸上满满的胶原蛋白，对着镜头露出腼腆微笑，一头及肩长发十分吸睛。陈维玲笑称老公的嫩照与爱女的模样相似度颇高，让她忍不住感叹道：“女儿根本就是宋一鸣戴假发的模样啊，怎么那么像？”天文以来，不少网友留言真的是一模一样，就连神韵也极度相似，笑称小孩真的不能偷生啊。you